看看这片美丽的小树林，真正的金黄色的落叶呀。很漂亮。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发现一片枫叶林。好，走出来。这还有几只野天鹅，这个天鹅以为我会给它喂吃的，它上岸了。哎呀，可惜我没拿什么东西啊。Hello?没吃的，你回去吧。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也不怕人。很洁白的羽毛呀。你回去吧。再往前走吧，不看了。